重点是因为是你的 key 给出，那这一间你买多少？我这间买了600。欢迎来到我们家啊！对，都气化就是我们家很可怕。对，我来看看有多可怕。因为我这个体质比较那个。对，首先先进来人家阳台，阳台不错嘛，是不是？重点有阳光吗？阳光超好，整个射进客厅。姐姐狂点头，我进来客厅了。来，你看这电视几寸？跟我家一样啊。65寸哦，我家60，你赢了好不好？是。我们今天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突袭木星奇葩说的这个哥哥的家，因为他故障。今天真的是突如其来，完全没有准备。我们家超干净，你看，整个干净到一个不行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来，你 是可以拿。他敢穿白的，来磨一下。脏掉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介绍这个灯。好，这灯很厉害。Okay. 小夜灯模式。啊、oh? ？关、oh. 开，不是声控的，是遥控监控的。但是我可以就是有白光。啊、oh? ？黄光。哎呦。慢慢变白。OK。我想要比较有气氛。好。轨道灯。哦、oh. 欸。轨道灯不错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可以。轨道灯不错吧？我个人觉得客厅目前进来没有像那个都气话讲像鬼屋，他就都气话就一直讲说我们家像鬼屋。不是，但我真的有个很不舒服的那个，就是那个一直咬起来，咬啊咬，你可不可以粘好啊？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是这沙发，你看起来很小，对，屁股一滑，哎呀，正常的，屁股一滑，这个你可以调高度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重低音喇叭在这边，环绕音响是在你旁边哦。它这里是放咖啡的，因为这个布料就算咖啡洒进去都不会滴，就是真的猫抓布啊。养猫，我们这边一个拔了枝，还直接现泼。现在我们就看是不是像他说的一样，泼上去也没有关系。你真的可以，你撒一点吗？不要啦，真的可以，你第一。我用我的没招啦。来哟、喔，马上喽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进去。没有，他太小心了。好啦，可以啦，他没有马上剩。对啊，他是没有马上剩的。客厅目前我觉得感觉还不错，阳光都进得来吗？阳光都是进得来，很亮。我然后把这个门做这么大，对，就是让大家一进来就有这种。哦，这样。Welcome to the Toys House, Sharky。哎，这个很厉害耶，是不是？我有四只哦。面对面，我有四只面对面跟他，这是全部都 Sharky 吗？全部都，下集两只，然后一只没有刀疤，一只是新娘。那这一只大概价钱多少？大概20000块台币。各位是的，没有错。我们把地址报出来。我家位于综合。哎、欸，他脸跟你一样大哎、欸！你真的、啊？这样讲我没有很开心哎、欸，老实讲，但是蛮像的哎、欸。难怪七爷这么爱你，因为你是电影明星。可以摸吗？可以摸啊！你看他身材超好哦。这个奶头是不是？冰崩冰崩冰崩。他下面我记得好像没有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真的假的有？有来啊，钻进去，进进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现在会黄标了，不要害我，刚刚那边。可是我不敢住在这间房间呢、欸，他说这是客房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走过去，我才看到那个，这是我们大儿时的回忆。科拉传奇，科拉，是，就他以前会讲那种成语故事或什么的，而且我转到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种很奇怪，我就是不转到以后我就哦，好吧，那就看他了。他的故事很好看，然后偶也很可，很好看。你刚讲很可怕，而且旁边有那个 Kobe 耶，哎 ，Kobe 不在这 ，Kobe 那个小精灵。小魔怪，然后这是那个坏掉的，变坏的那种，对对对，就是、这也是一个1:1的分裂出来坏掉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衣柜啦。我原本想要用系统柜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系统柜不能搬，我想要可以换，所以我就换了。好，就是稍微打开看一下，我的古代系的衣服。你是练偶癖耶？不是，你不想换
西门町的时候会想穿这个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自己做了很多，这是早期的，然后我自己做了很多还没有穿。不是，可是这很像那个哎、欸。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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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特别啦，就是我有收藏就一些奇怪的。这什么？这是斑马的尾巴。那我们两个一起别放，然后我们一起这样。这是什么诡异的话？我们吃草，我们吃草。我们来一起吃草。阿凡达不是有那阿凡达不是用尾巴连接连接？这个你举得起来吗？请问一下。这个我举得起来啊，这么大一根，他就大概举一半就可以。这很重吧？这很大根呢、欸。等一下我的剑子。哎、欸，你小心小心，没有没有。会受伤哦，会受伤哦。不会，我的剑身。今天先这样。这什么都没有。老干湿分离。对，干湿分离啦。我后来想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帘子啊，因为它很长。那这样很好，下面就是发霉之后就先剪掉之后，然后用到最后只剩下这一节。你知道洗澡就像，其实我看到很多那个年轻人在网上，我就看他们拍那种 YouTube 频道，就是他们在找房子，然后怎么找，然后大家一直在讲一直在讲。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在网上搜寻买房子，你就输了。就是你只要去那种像是，我搜寻，因为案件已经会到那个网络上，你可以搜寻得到，代表说是不好，就没有价钱或者那我已经臭掉，已经是不太就价钱不好看，所以才会到那边，好的早就被买走了。我也不想这样讲，但是你就是要跟房东建立好关系，他还没有上架的东西就会先跟我说，而且会比原本网络来便宜。对，那我们要进入重点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没有整理哦。我们今天是忽然木星说要来，因为我们打开看多可怜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房间是很干净，这不是干净，这不是干净。他现在很无聊吗？你们进来后就是你说实话，我房间是超级干净。有人要买火柴吗？等一下，我必须说，如果你今天就是工作很累，已经回到家，然后你觉得说整个东西很乱，然后地上都很乱，你觉得不开心。你一回来，你只要这样包包一放，然后这个地毯一拉出来，立刻不用洗澡就可以先躺。哦，你就躺在这里。对，然后就躺。然后你躺完，你休息够了，再去洗澡，洗完澡你就觉得哇。回到一个好干净的房间，然后可以准备睡觉。我跟你讲，心情超好，真的很可怜。可是我工作一回来，然后我回到我房间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觉得我好失败哦。又买不起。哎、欸，你懂我意思了吧？你懂我吗？我懂你意思。你看这张床。好，他要解释如何有。你有没有觉得他特别高？有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下面会躲东西。你讲什么鬼话？好可怕！有女鬼，好可怕！キモチね。你有キモチ吗？哎，好可怕哦！我才不要！你上面太高了啦。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原因。你看这张床高不高？高。下面可以再放一张床。要干嘛？所以呢，就是那下面再放一张床。你今天有朋友来，哎、欸，没有地方睡觉，直接拉出来双人床。哦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床在哪里？请问一下。床在哪？因为现在没有人要来。为什么？鬼屋嘛，没有人性嘛，谁要来、啊欸？厨房，厨房。哦，厨房，厨房。哎、欸，厨房我没有改变哎。所以钱花完了。花完了。咦、就是，请问我是来到我阿嬷家了吗？不够了，它后阳台蛮棒的。对，后阳台，然后把灯打开。我很喜欢我们家后阳台。阳台不错，很大，很深哎，很大，很 deep 哎。对，可以这样冲。对，然后又冲。你有多大？你看，跟我的脸一样大。有吗？有吗？去死！好，那。今天很开心呢，我们就是突袭了我们的哥哥家，真的是突袭，你的 key 给主，完全没有要让你们看的意思。而且我还没问过他，我直接先录再讲。重点是因为是你的 key 给主嘛，对，因为他还瞒我们一阵子，才说我就是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买了房子。那
这一间你买多少钱？我这间买了600多万。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它其实房子原本的屋况就很好，我其实原本不用装。因为我不知道拍摄出来怎么样，但我实际我在这，我感觉是都还蛮大、蛮舒服的。嗯，而且马克上次来说，他还说，哎，这边有30平吗？有吧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那可能你家真的太像鬼屋。太空旷了。因为我之前看很多就是租房的照片，就是你看照片觉得很大，可是一到家里面，对，现在房都很小很小。我家都是这样，租房我就是有点被照片小骗。而且我觉得你们家这边楼下跟那个阳台外面都还蛮安静又很大，就今天超安静的。你现在讲话有邻居听得到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可以请订阅木星奇葩说还有木星小宇宙频道吗？我是这群人木星，谢谢。哎、欸，那你这样买，然后你每个月现在缴多少？大概2万块的贷款，比我房租还低。那我干嘛还租房？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买一间你会比较有家的感觉。嗯、但是因为你买让我更有决心，我是希望我在明年一定。就是我要买到房子，我到时候也会跟大家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买房子千万不能急，像他这样的话，问题啊，就很糟糕。我买这间房子，我从看到买3天。做几笔哦，这些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我就说买房子是一个机遇。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看很久房子，我已经要放弃，我想说台湾年轻人真的活不下去。然后结果那天我就一下楼，看到一张 DM。开始说房屋，然后急屋出售，好可怕啊！还像纸一样在飘，就有点破烂，有点零到，然后特价6XX，他想说怎么可能？然后我一给我姐看，我就说啊，那鬼屋啦。但你姐住的蛮开心的，她现在煮饭给我吃。然后说那鬼屋，然后说有可能说，那你要不要打电话看看？她说好，然后一打电话，然后我们一进来一看，然后就说可以，我就偷偷在我姐背后画圈圈，因为如果房仲在的时候，就不会讲说哦，我好喜欢。不可以，你知道表现出你觉得还好的话，就会比较有谈拢的空间。对，然后房东就更积极，就愿意让更浪这样。对，房东会比较。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哥哥跟我们分享他的第一次的买房心境。我很希望可以很快跟你分享第二次。好，那记得大家要订阅我们的木星奇葩说 podcast， 有我，还有哥哥，还有长进的都计划。以及订阅我的木星小宇宙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因为趁他姐现在在煮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请你介绍一个玩具，你最厉害的玩具，因为毕竟他常跟我们分享那些故事嘛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的玩具。看你的这个，我觉得这很厉害，你们看这一只，好无聊。好无聊，不要拍了，好无聊。欸、他厉害在哪？我介绍。不要拍了。我不要看模型啦。那、啊、不然你要看什么？那他可以干嘛？他可以换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各种 size 啊、嗯。等一下，我会被黄标啊！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。这是脚吧？对，这是啊，我们又统称这是脚。对，它可以换上不同的脚。它可以换不同的脚。哎、欸，你看它是软的哦。对，然后你看它这边是可以换脚。嗯。Oh my god！ 这符合人体工学吗？不是，可是以我男朋友来讲话，企鹅如果起来的话，没有那么大哎、欸，他是故意的吗？你说比例上是不是？比这太大，这个我会怕。那你可以换小一点啊。就是还没有出来。你说换别的脚？对对对对，别的脚。好，我们来换别的脚。